业典礼中充满着欢乐，嘛唔甘的心情在嘞。亲像对学生洪新哲来讲，因为细汉患病的关系，恢复容易来崩溃，尤其在学电脑画图的时阵是特别辛苦。安尼认真来上课三年高中生活，在毕业典礼即天，对父母以及对教导伊老师来讲，拢真大意义。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算很努力，虽然说在课上会常常龟裂不顺，可是看他在课堂上的付出，其实同学都有目共睹这样子。安尼认真读书，伫毕业典礼顶头特别被表扬的，除了学生洪新哲，一个学生林奇君，个性是真活泼。伊高中来接受到日本的文部了后，相当有兴趣，因此高中来读自己。平常时嘛，为杂志甲音乐顶头来吸收相关的知识，终于伊来实现冠榜。伫个竞争激烈当中，摕到甲日本留学的奖学金。谢谢南投高中。是觉得，我真的上了吗？我真的可以去日本吗？这样子。对这样的一个选择的话，不会觉得很不舍吗？我觉得他们应该会很不舍，可是他们还是非常鼓励我，非常鼓励我去日本。他说要趁小的时候，趁我们还小的时候，然后要赶快去那个国外一些地方那个看看啊，然后就是增长自己的见闻。南投高中的毕业典礼，在恭喜学生来完成这三年的考验，今带着祝福，希望学生囡仔有真好的发展，会使雕向家己的梦想。记者林雨欣采访报道。